hey, 欢迎回来。这一趴呢，我们再跟博胜多聊一下啦。哎、hey. ，对，这个博胜现在主要的工作呢，还是跟配音相关。对对对对，跟配音有相关，像一些广告的配音什么的。从事配音这个工作大概多久？哇，没有仔细算过，就是因为这个等于是额外在接的工作嘛，然后也有在做 YouTube 那个直播，像断断续续也好几年了。哦，就主要会接到的 case。主要会接到是跟配音，配音對對對對，所以配音可能也跟你的 YouTube 一样，可能就可能搞不好十年前就接过了，对对对对对，有超过哦，嗯，哇，这个那有没有什么讲出来大家会有？你觉得大家应该会听过的？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听过我的广告，可是不知道那是我配的，就像一些那个股票的投资的那一种的啊，什么意思？对对对对，就是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那种声音哦。基金啊，对对对对对，然后超快，你们是真的讲那么快，还是他们还是加了速？他们有些有加速，有些真的可以讲那么快。哇，还是有一些就是我们广告就只有十五秒，最后只剩两秒，你要把它念完。对对对对，他们会希望说就是这个部分你可以念快一点吗？我说好，那我试试看，所以我后来才可以唱 rap。OK， 那还真的是谢谢这个什么股票投资，对有赚有赔，对基金投资有赚有赔啊，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真的要广告应该蛮多的啦，对，很多，就譬如说在计程车上面就会听到，或者是在一些大众运输那种，对，可能这个角落的时候听过，哎，这个人的声音好像很耳熟，对，计程车广告我想到的只有你吃的鱼油有几趴。我已经想不到了，因为我很久没有坐计程车，可是我只要坐计程车，我那应该不是你配的，我最火的就是他们都有一个讲笑话的桥段。那就不是我了。然后那个笑话都是烂到裂开，我知道，就是早餐店饮料杯，看到直接啪把那吊章捏烂，坐在那边，然后他就那个笑话一直喷，对啊，就是那种笑话讲完，你仿佛还可以听到那种30年前那种喂那种笑话，超烂的，天哪，就是令人头痛哎，这一类的感觉，真的令人头痛哎，就是很鸟哎，不是啦。是什么啦？我的天哪！你讲这个是想要让谁听啊？妞这样子就、哦、之类的，受不了哎、欸！不知道应该都有听过。好，那个、还有什么可以分享吗？配音的项目，或是最近，或是最近有没有什么一个已经可以公开的？没有，已经很少在接这些案子，对，就越来越少了。但有玩吗？比如说像那个谁啊，星期天他就常常会玩这种东西，来玩那个动物星球频道有之类。对，就因为星期天玩得太溜了，就不想要在这一块上面做竞争了。OK， 那你就再创一个分身，你叫星期八，星期夫，我是星期八，我星期比星期天高一点，星期夫。对，他还有一个那个长很高的特点。对对对对，这个人太多，看他这个人都要这样抬头看，超过分的，超过分的，真是。对、啊，所以配音感觉配音也比较难，就是在做什么创作哈、我想想。对啊，还有那种啊，帮那个配音的、啊。帮动物配音，对，帮动物配音，那叫什么重配电影那种，那个是配的吗？那种感觉也是在玩，就是配音的技术。对啊，对啊，对啊。或者如果把一些很感人的电影拿来配台语那种，也是哦。有人把前阵子最近有看到我们把那个七龙珠配台语的，好像有，好像有看到。以前有配那种什么三国志的那个动画。然后就是会配的说大哥，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冷淡熊那一种吗？对，那一类的，对那种的，对哈。还有老师没有问题，那个，不然你就把现在开始看到的短影音全部都用台语配音，台语全部配音，好爽啊！反正他们也倒来倒去的，对，你倒我，我倒你，大家一起倒，这就不叫倒，这叫借，这叫风气。这是一种文化，对啊，那都要想一想啊。不过就要想一想，所以说最近就比较没有配，就对。对对对。那在这八年间，你没上我们真节目的这八年间，你开了一个新的频道叫“玩捏闹”。博胜，对，就是本来这一个频道是否我在玩游戏直播的，对。然后后来因为旧的那个频道没有办法盈利啊，没办法起死回生。对对对，就是因为我其实那个频道我有努力过很多次，想要让它就是恢复盈利的状态，可是就是。我不知道是在耍我还是怎样，曾经申请过，然后通过了，然后又不行了。应该是对对对，就是那个 policy 一直在
一直在有跟动吧，对，而且太久了，对，所以后来就他们早就不知道员工都换几轮了，嗯，对，跟我们这边跟我们一样，对啊，所以就干脆把那个后来经历的频道变成我主要在经营的，然后把之前的东西重置之后再上传过来，啊，就是放在新的频道，对对对对，就是搬家了，搬家搬家，所以那边就已经变成一个像博物馆了，对，是，就是我那边后面还有标注说这边是旧作品的那个存放区，这样供大家瞻仰，这样仪容，哎，那个就曾经。有这些事情，放量都蛮惊人的，我记得。对啊，就是我常在想，那些如果都能换成钱，该多好。对，这是真没办法，对，真没办法，真没办法，真没办法，这真的没有办法。嗯，所以这个新频道里面的这个直播都是玩游戏，就游戏玩游戏为主，玩游戏为主。对对对对对。然后影片的话，就是像是台语 cover。对。所以你没有其他类型的影片吗？尝试做其他类型的影片，就是还好，没什么兴趣。对，就。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说的也是啊，年纪也大啦，对啊，要冒险，这不是年纪有问题，跟年纪有关系啊，这跟年纪真的有关系啊，就是年纪大了，所以那个跨出舒适圈，对啊，舒适圈那么舒适，对嘛？干嘛？跨出舒适圈，我可是很常跨出舒适圈的，我没有，我永远都在舒适，我只会把我舒适圈弄得更舒适。没看我现在基本上连台都不开了，为什么？我家很舒服，主席看很舒服，我们那个买个七十寸的电视，哦，放那边。主席看鸟屎的右手已经在萎缩了，什么扯子四肢都萎缩了。但是最近那个欲望城市，我一直连看四季哦，我把。企图把舒适圈打造成猪圈，绝对是，绝对是，太强，绝对不离开我的舒适圈。不过确实啊，就是到一个年纪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还要再闯什么？对啊，对，就那种感觉。我觉得稳稳的把自己擅长的东西做好，对啊，在这方面做一个权威算了。对对对对对对，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对啊，我觉得有些人想要逃出舒适圈，纯粹也是喜欢。比如说我，想挑战一下，就是冒险，也不一定是挑战，贱冒险吗？真的是贱贱，夜深人静就说你，这不亮丽好不好？搞那么多事情做来吗？没事，我违建而已，我违建，我偶尔小贱，偶尔小贱，小贱，小贱。我也是想要在舒适圈里面。像我就是我最不贱，夜深人静的时候会这样反省我的人生，然后讲你做的真好，继续加油。要是说真的要说什么，就是说我真棒。我觉得我是把我的舒适圈慢慢的变大一点。就是在这个里面想多一点空间，多一点都舒适的话，感觉还是可以比较好一点。对对，因为我不是那种就是什么。想什么又不敢又不想，我就试一下试一下那种概念。最怕就是想不到要干嘛。对啊，我啦，我自己。那现在，所以现在你 cover 的，还是算运气的，因为对对对，就算给比如说 Koba 或者是其他的弄音乐，把它重新编曲过，能不能上去，能不能盈利，是不是黄标，其实还是都在赌，对不对？基本上都是黄标了，然后都是黄标，对，然后不能盈利这样子，因为他们应该都有。买下音乐版权，对 对, 對，所以你要盈利都要过那一关，对，就过不了。那你们怎么没有想过就做原创看看呢？有啊，这是我们后来接下来的计划。好，接下来还是对对对 ，OK 爆雷，因为就是终于有一个人，干嘛讲那么久，终于讲到了，终于讲到。那艾莲也是吃了他们，对，这个喝酒的问题嘛。对啊，我想说做这个做一直都喜欢音乐嘛，对。然后其实说实在的，如果都比如说把那种以前的那种动画歌改成台语。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填词了啊，是是是，对啊，那像既然像已经有比如说像 Koba 这样的很厉害的音乐创作了，对啊，做个原创这样，好不容易可以利用了就赶快利用一下，趁还可以利用的时候赶快多做，趁还没闹翻之前赶快利用，原创赶快塞上去可以盈利这样的。他们不是其实蛮多人会怎么讲啊，就是。有些作曲家他们是很擅长就是仿造类型，就是他可以做一首歌，你听起来就觉得哦，这个好适合什么什么东西哦，跟什么什么的感觉好像，有点像，有史诗感什么干嘛，对，然后再填相关的那种词进去，应该也会有点共鸣。比如说里面有一些音色有用到原曲，
但是它旋律整首是不一样的，我觉得那个版权就吃不到啊。对啊，对啊，你用了这个贝斯，谁知道？对啊，你写一首抒情歌，对不对？中间尖叫的时候塞一个 You are shy， 中间塞一个童声，中间塞一个童声唱，嘟噜嘟噜嘟哒哒，嘟嘟嘟，远远的，远远的，那能不能塞不要那么明显啊？远远，很远的，很远的一个，不要笑，不要。然后唱到就很安静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请他们来踩呀？怪呀，跟毛毛虫，跟他的作品根本没有关系，这是消费吧？然后根本就不同神。完全没关系。所以接下来是有原创的计划，有原创计划，应该要做一点原创。OK， 那。但你主要还是这个以台语的歌词创作为主嘛？你觉得这样子翻，变成台语啦，就歌曲创作日语，的原文是日语嘛，对对对，把它变成台语，你自己觉得比较难的部分在哪边？难的部分就譬如说，有一些词在日语的部分是日语的部分有，可是你要用譬如说中文或者是用台语来表示的话，是没有办法表示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的。这时候就可能会用一些别的方式，别的词，对，就是譬如说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对。然后也有一些方式是譬如说用空耳的方式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用空耳是真的强，对，强劲。那 YouTube 呢？你说目前就是实况玩游戏，然后呢，影片就是 cover 嘛，对对对对对，还是有机会会想要做做看别的东西。曾经有想过要不要做那 vlog 之类的 vlog 但可以啊，但我觉得我们这种做不了那个 vlog， 就是因为实况开太多了。vlog 就假了，你知道，真的，我曾经也尝试过做过 vlog， 基本上就是一个街景摄影而已。对，因为我也不觉得身边需要讲什么，就是这样，然后最后就变成一个。单纯的一个人家会拿来当抖音素材的过场，哎，这不是我拍的吗？就是会这样子，哎，这是我的影片。今天带大家去这个我的生活的一天，然后全部都在拍街景。如果剪的紧凑一点，就可以配那个 Shall Be Calling， 一直换，就会被拿来当抖音素材 ，bug 又回到短影片了。对对对，没办法 ，bug 又回到短影片了。真的蛮难的。你是还可以跟我觉得我是因为我把我的转换是我跟婷婷生活，然后所以我会跟她对话，她会跟我对话，我们两个会对看对拍，然后讲到什么拍什么。那我觉得我自己也觉得一个人真的很难，我也觉得真的很难的。一个人，因为我在街上他们就不会讲话，我连第一次开口都。我还跟你 vlog， 我就不会讲话。开头是大家好，我是六探，今天我，而且我讲三次，我到现在我还是不好意思在街上。对，会这样。我到现在还是不好意思。我也是啊，对啊，我连在街上录影录朋友，我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对啊，对，会怕。我有强迫自己去过这一关，因为这个一定要强迫。我每次在拍的时候，跳脱舒适圈，你跳脱舒适圈了，小贱，我违建，违建，就是因为别人一看的话，我就会想说，靠北，我这个是不是不能拍啊？然后想说，不行，对，我也会，我一定要先把它拍完，我也会，然后再看一下 ，OK， 好，他不觉得我怎么样，那如果他觉得怎么样，我再跟他解释，这样子。我至今为止最佩服的还是可以在路上。还噼里啪啦，然后抓着一直讲，跳舞也很哎，我也觉得很佩服。我每次那种抖音还是，我其实也不知道，我已经老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录抖音还是什么大蓝书、小红书什么的，但我就觉得他们很厉害，我就在旁边一直偷看这样。他们好像随时随刻都可以跳，而且我就想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学的？不可能是。看着好像，哎、欸，我们来录这支啦，盲学吧，不可能吧？对，一定有练习过程。对啊，但是我家，啊、因为我家楼下有个公园，我很常那边看到有两三个妹妹，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录，这是一个晚上跳个五六支，哎，不一样的舞，哎，很厉害。他们就是下课时间就狂跳啊，然后回家看在家里厕。镜子跳、厕所跳啊，真的很厉害。我们现在已经是一群老兵在讨论年轻人的生活了。我看我很懂年轻人的好不好？我小时候 CS 也是这样练的，还不是？是 CS 怎么练舞就怎么练啊，奇怪。说的也是，对啊，上课老师在讲话，然后我在想，我要这样甩枪，甩枪，
你也经历过啊，这样我也懂了。对，用手枪玩那个音乐游戏打鼓的时候，就是高中的时候，就是把 iPad 放在这个大腿上，然后这只手放在桌子上，这只手放在感受练这样练打鼓。所以我的化学课本上面都是点，我在练打鼓，一定练过了。小时候你练那么多白痴的东西啊，怎么样怎么样射橡皮筋啊，怎么样怎么干嘛这种东西，讲真的，小时候时间就是他们只是把跳舞的时空闲时间拿来跳，对，因为那就是他们喜欢。那我没办法，因为我空闲时间我要刷 IG 的短信。我要 boom boom， 对，我们刷 360 P 的影片，刷 V 卡，走一走走走，突然滑倒。我的空闲时间要拿来做，所以你还不谢谢那些在公园跳舞的那些？我谢谢他们，他们都是短影音的创作者，谢谢他们，好不好？没有没有他们，哪有睡前的那种？没有他们，我已经没有，我没有任何现在新歌新资讯的，真的真的哎。This time I wan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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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写一个本子，就是说长大绝对不要变成不喜欢的大人。我现在一直都记得，你现在活得年轻，活得年轻，对对对，没错没错。好，这个博胜一直都在做这个台语创作，是，所以本身呢，台语算不算高手阶级？普通普通普通 ，OK， 高手都这样说，好歹有个大师 ，OK， 对对，钻石有吧？好歹有个大师。你们家沟通都用台语吗？没有哎、欸，没有，对啊，意念用看的吃饭，而且是这样用眼神，那洗澡了，那就一个眼神，投资理财有赚，全部都可以了，一个眼神就，啊怎么样？放个屁，直接放吧，直接放，直接放，放屁，强的角度，直接放好不好？你看我干嘛了？而且刚那个大概有0.8秒的放空，定量，那个是什么？预防漏气漏液，还在微操，还在微操，还在微操，慢慢放，慢慢放，跟可乐开瓶子一样，慢慢放，一点放开，多了就会泄汁。哎，没错没错没错，就好了。哎，我今天早上才拉在裤子上，早上起床。要运动，太大力了，放个屁，啪一抛，好好放肆！而且昨天又去吃烧肉，然后偏油，哇，好恶、喔，好恶，还沾辣，沾辣酱，还沾。好，我们今天那个桌上啊、喔，不要再讲屎的东西，我们桌上有一盆这个大便，尿尿，有题目啦。这个我们今天呢要玩，那过去呢是大家要描述场景，然后画出来，这是不一样。我们抽呢里面都是作品哦，都是作品。然后呢，你抽到的你要描述。剧情啊，或者是玩法或特色，哎、哦欸，不知道不一定什么东西的作品哦。哦，然后其他的呢，听这个叙述写出作品名称。哎呀、这个哦，这个厉害了，厉害了。这个单元可以说是我们才知道目前为止最棒的一个单元，招牌单元，算是非常招牌，而且非常招牌招牌，非常火爆。每次玩完回家，生意一定杀，一定杀，一定要打一些这种胜负悬殊降下去。我每次来之前，不然我心跳都是165回家。我每次来之前看我们群主，却都会先传那个经验脚本给我。我只要看到有这个单元，我来之前会在家先发声。发完之后，很火爆，而且会刺激你这个脑。没错，不用，但我们没有，他可能是更需要，因为他会想要，他会跟那个阿塔一样，来回在你知道虚与实之间，就是他会知道这个这样子讲是对的，但他会今天觉得讲不出，要讲不出，我今天要讲这个才对，突然自我怀疑，自我怀疑，好像进去了一个这个魔幻空间，没错，开不出这片森林，没错没错，我们号称台语界的人类图，哇，玩完之后你更清楚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刚刚讲的你的什么情绪权威、剑骨型权威、二三分人、一四人什么的，再玩一轮，你是 I 人还是 E 人？知道差不多这个游戏就可以测出来了，绝对是 E 人，玩完回家 emo 到不行，以为自己学的台语都是错的。OK， 好，那我们这次类型有这个动漫画、电影、游戏啊，都可以。抽题的人呢，你可以先提示是什么类型啊，也可以，对，就是。但是我们还是再差一个，你的提示的类型要用台语。好的，反正全程台语，全程用台语，全程。我们这边开始要全程。金马凯戏，金马凯戏，哎，好，金马凯戏，哎，我请乱交赛，乱交赛，我行是不是？你行，你行，我行，你行，我第几个？
我等一下哈，你买家己，等一下，来我开哦 ，OK， 好，你开 ，OK， 你开，啊，我要给你看无，免，给你看哈，来我来看啦，我慢慢看，我慢慢看。就简单，就简单，就简单，安怎讲？一杯加550，一杯枪打，枪打，一杯枪打。OK OK， 枪打。这个嘴片，这个嘴片，嘴片，这个嘴片是一个动漫。动漫，但是一个动漫，足古以前的动漫，足古以前。你讲啥呢？你讲哦，有一个外星人，外星人，我知，我知。哎，这个外星人，因拢是一个军团。哦，啊，你有一个小棍，有一个小棍。啊，这个小棍哦，嘿，是一个嘿，就是。哦，我知啦，克罗罗啦。我知啦，克罗罗啦，克罗罗棍手啦，克罗罗棍手，我睇克罗罗是外星人哦，外星人，因都是克隆星人啊，外星人是外省人吧？不是，外星人是被拽世界去了哦。下面动漫公布华星啦，我蛮想讲出奇怪啊！你也动漫就在干啥呢？干啥的？喵！哎，小咪，华星人应该有整副懒胸。来，可以弄出来。得，八星，八星，外省残族，外省残族，寡管，有虫子，寡管，我白了没？这做片。这都平时节顶呀，等一下，哇！是一个救命救火球啦，救命救火球啦，救火球。嘿，伊拍过足侪电影，拢真有名。嘿，两个字，嘿，伫咧少林寺会学什么？哦，跳舞啊！不是，我什么跳舞？你少林寺的跳舞？少林寺，你继续形容一下，形容的刮情。我卖，不卖怎么的？刮情。你敢有听过一部自天而降的掌法？哦，我知。功夫，功夫就下钱，卡通片，
就是我们吃一家啦，我们吃一家啦，吃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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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一个这这吼，有电影，电影，有游游戏，游戏，有电影，啥物拢有，啥物拢有，啥物拢有，啊，是一个经典，一个足足经典的作品，足经典，哦，足经典，哦，足经典，经典，经典，经典嘛，经典，经典，但是但是但是你又像啊，诶，有一个有一个人，有男主角。男主角先先，我不要讲啊！我不要讲啊！怎么讲？先前，先前，下端，先前多子的父母，先前多子的人。先电视剧，还有动画，动画，这个是动画版，动画版，啊，伊个故事咧是一个，真细汉的查甫，加另外一个比佫较大汉足侪岁的查某，两个谈恋爱，等者，查某是有男拍的，还是无男拍？有男拍，查某是无婚照的，无婚照还是无婚照？无，所以是一个 girl 还是 boy？ 就细汉 girl， 就细汉的 boy， 细汉 boy， 加一个较大岁 girl， 两个人谈恋爱，谈恋爱，足侪人反对的，要唔过因无咧插小音，两个人伫咧蒙阿波内底谈恋爱，啊。蒙阿波，蒙阿波谈恋爱，啥物？小小小细哦，小细佫有动画，佫有电视剧，电视剧。迄个 boy 大汉了后足有名的，也毋过伊断一支手。我知啊，我知啊，神雕侠侣，神雕侠侣。新教的路，新教的路啊！对，哎呦，碎，哎呦 ，S D H L 啊，新教的路，好，我哎，我蒙阿婆，我头天以为是名侦探柯南，我以为是名侦探，我以为是冲破耍男，我以为是玩凹游戏，玩凹游戏，唱唐天杀耍男，好，我看没有，哇！来，哇，一个哦，困难哦，困难啊！只是一个电玩的作品，嘿，电玩，来，好，伊有一个有男拍的，甲无男拍的，男女男女男女主角，伊的生活是两个人，双人成行，哎呀，对对对。我头就听了，
一个是一个电动，伊是讲一个世界已经暖气啊，歹气啊，暖气的世界啊 ，apocalypse。啊，这个 apocalypse 是因为一个炸弹，不是炸弹。大炸弹，我唔记是炸弹，炸弹，唔是炸弹，是一个泵还是？有南下的吧，人哟，有一个啊，男主角是一个阿伯，男主角是一个阿伯，杂木匠，是吗？最后新环境，最后新环境，是吗？你真搞哎，你搞哎，六一去天开，我跳舞，我拖机，你是哪条？你也查不干，是 Dota 吗 ？Dota， 对，是查不干，查不干，查不干，来哦哈。辣条，这个蓝猫，蓝猫，这个是一个卡通，美国的卡通，啊有足多歌，这个卡通足多歌，滴滴唱，啊伊主角有两个小朋友，各有一个，因两个有一个宠物。枪不哦，哎，这个枪不，有一个背斗，哎，这有一个背斗，啊，这个背斗平常的时间，哦，拢看起来戆戆的，但是那是有啥物时阵，有啥物代志发生，一条的带一个帽啊，一条的变身成一个侦探，啊，有一个歹人。是一个 boss， 嘿，你知啊，飞哥加小虎，飞哥与小虎，来了，我主要想的是阿水球 Terry， 飞哥与小虎，我是在想讲要安怎讲你才听。飞哥，我本来是想要讲伊两个头拢是三角形，但是我唔知三角形要安尼讲。三角形是吧？伊个鸭嘴兽派的，鸭嘴兽，这应该我看一下。应该无看唔对，好，我把荧幕关起来。哎，新人啊，这我新人，好的，我新人吧，我把荧幕关起来。不要在讲答案。好，无荧幕。这本来是一个小说，也唔过了后拍做电影。故事是讲一个乌兰派，男主角。伊本来未晓魔法，哈利波特，嘿，海利波特，哎，好意思，过来奋斗，输来抓你，哦，起炸，雷门骷髅，还有一个伏地魔，阿瓦卡加达瓦。哈哈哈我讲有一个海里面内底有一个海鲜是粉红色的，就红红的，
叶公黑文伯伯，坏坏我嗨嗨你伯包包，对。海米波波因为较早无海米这个物件，哦，就就英译，哎，英译过来，哦，石邦吉，石邦吉波波，海米宝宝，石邦吉波波，石邦龟啊，石龟，好，老王啊，哇，这有名，就有名。哎，是修水啊，拍成电影，嘿，拍成电影，修水拍成电影。伊个电影讲，伊电影就等，就等了，就电影。哎，你想去哪里？莫给。因为抓鸡鸡，又比鸡鸡会香，会酸，哎，魔鸡啊，魔鸡啊，魔改，魔改，魔改，嘿，改字，魔都改下古，改字，这字叫改字，改字，改字，魔改，五 A A 啦，生气，就不行就打，不要说，哎，好，够，都没剩料啊，就剩。哦，这个简单，简单哦，这是一个足有名的单位，哦，日本的，哦，这是七龙珠。哎龙鸟，追牛，龙鸟，追牛，追牛，多多龙，龙鸟，追牛，龙鸟，龙鸟，抱抱，追牛，哇，上加耶多多龙，哇靠，好，我看一下啊、喔。这应该是最流氓的哇！你敢知影？这我你若是唔知影，就手换钱，这上困难的，好，我挂这啊。困难咯，嘿嘿，就困难。好，来，这是一个动画，伊个男主角生做就有性格。因为伊个爸爸一点做伙，大梁你讲出去啊！你讲出去，你说下面两座会，伊生做就有性格的，因为伊个爸爸，你刚才下面是爸爸？哦，伊个爸爸，伊爸爸两座会，爸爸两座会，爸爸。因为爸爸两座会，电影，他一起，单位，那他哪几？我讲会邻居的邻居，无聊派出所，嘿，对啊，爸爸，密谋，阿姨讲唔对啊，爸爸是那他哪几？爸爸，讲的是邻居啊，开机，切克啦，开，也去干。我以为是那集是乌龙派出所，乌龙派出所，哎，剩四个，剩料，来我看，记得，
哇，嘴就大，嘴大，来来来，就个嘴大，拎起来，干了干了，嗯嗯，哥，这是一个游戏，啊，这游戏是的，是讲一个那个迄个世界，世界有一个机器人，机器人，伊想要变伊家己成为人，哦，伊的名是美国的一个所在。所在，哦，伊名是美国一个所在，嘿，伊个游戏名是一个所在，因为我无算计。啊，我知啊，我知啊，地图里病人，对，地图里病人，你就地图里病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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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里的地图里的病人，地图里病人啊。美国一个所在，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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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笨人。哎呦，副驾抽到就是，对，笨人，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对对对，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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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在变病人了，哈哈哈哈哈，笨人，啊，这个就简单，简单，简单，这是足有名的电动，足有名的电动，电动，伊是你是一个派音啊，派音啊，啊、哦，就派，哎、欸，派，哎、欸，去派音啊，赔车，赔车，台人，台人，放火，放火，抢车，哎、欸欸，哦，车到列车上，哈多列车上，哈多列车上，车哈多。抢救哦！哈多俩车手，你敢听？夹刀拉车手，夹刀夹刀拉车手，夹刀拉车手，夹刀。对对对 ，K D L C C， 不用这样记吧？哇！来来来，哦，简单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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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简单啦。这是一个游戏，这游戏啊，足恐怖，足恐怖，这游戏吼是台湾做的游戏，足恐怖。哦，因妈妈甲因查某囝泡酒，泡酒，妈妈甲查某甲因查某，你知吧？查某，你知吧？泡酒，把因的daughter摕去泡酒。泡酒，哎，泡酒，撸啊红，哎，撸啊红，有一个胡森，哦，我知啦，有一个胡森改骗，你讲，胡森改骗，平完，还是换秀，换完，换新爱教师新梅，是吗？新爱教师，新爱教师新梅，你讲对，恋爱教师，啊是 GTO， 不是吧？恋爱教师新梅啦，伊个左手有鬼啊，对，伊个左手是鬼，多讲一点，好想听这个台语。好猜哦，不猜猜了啦！最后一题，我感觉，这个最后一题，搁好，八十，你一无看过，我无看过，一条努力讲，弟弟讲，安尼好无，一条公筷，我应该是知影，伊是一个高中，内底高中，认识，嗨。Junior High School， 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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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
金恩岛。那谁是金恩岛？因一个一个啊，我知。古老波来的，我知我知我知，我甲你甲恁吹，甲恁吹，甲恁吹，我放水，我已经知影了。那我继续讲，因爹只古老波来的，啊古老波古老波，哦古老波哦古老波哦，主主角是一个查某，要唔过伊假扮做查甫的模样。哦，你扮做查甫的模样，嘿，就花木兰。不是他高中啦，是他高中，不是他高中，是啥物匈奴高中哦？我已经知影，已经知影，我已经知影，匈奴高中，一个好地方匈奴。因为迄古罗波内底查某拢花美男，花美男，嘿，拢足侪人介意的。啊，因为迄个女主角加入迄个俱乐部内底，啊，就开始甲足侪查甫有故事安尼。我知啊，我知啊。流星，流星加灯 ，no， 迄个女主角就请做查甫的模样。我讲啊，我讲啊，你讲，你来。英华高雄，嘿。英罗高调，英罗高调啦，太乱讲了。OK OK， 还不错，哎，这是强哎，强，休息啊，休息，休息，我是干嘛休息啊？跟你，休息。好，这个哦，好，今天这个感谢，那个隔了八年的博胜来陪我们玩。好，这是在提醒大家一下，现在这个。博胜正在募资这个十周年的演唱会，好，我们已经把这个加上去了。如果那个达成有达标的话，在演唱会现场也要玩这个台语的这个加码希望你这个募资可以顺利成功，然后呢，就是可以这个顺利举办十周年演唱会。好，对，这边有这个博胜的这个X， 然后 Facebook 还有这个 YouTube 频道，就是新的那个玩内娜，就是有在开游戏时光跟新上传影片的频道都在这边，对，没错，都在这里哦。是的，好，那我们这趴就到这边了。那博胜呢就陪我们到这一趴，感谢，谢谢，好，我们休息五分钟，等一下回来，拜拜，尿尿。